给大家录一个 G，把那个老板的 G 替换下来，就是主要表情实在太丑了啊。对哦，效果没切换，好像一点。记得帮我点赞、评论、加转发。直播录神曲是不是有点傻？别打字逗我啊，那个太耽误事儿了。来，这首 G 送给大家。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故事，但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。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内心有往事的人，每一个内心藏着秘密的你们。都说苦海无边，都说回头是岸，可这个世界没有钱，我生活都是灾难。我也有过单纯，我也有过天真，可一夜之间让我变得如此那么沉沦。为了这个家，我为了那个他，我年事已高，生病的爸妈，我从此变得放荡，我躺在别人床上，我从此不见阳光，我的内心开始流浪。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不会踏上这条路，多少冠冕堂皇的人指着我们痛处，虚伪的人多了，但了解的人有几个？不被逼到绝路，谁他妈脱裤子干这个？那年我才18，本分打工为了家，可是老板下药之后让我跟人啪啪啪，醒来之后害怕，威逼利诱之下，那处女血的黑色社会让我太多心慌。谁是我的新郎？我也需要安慰，我也身心疲惫，为了我的男人让我一次一次流泪。他只是为了钱，从未想过我可怜，委屈时候不出现，那有钱时候在缠绵，我的心也会痛，一切都是造化弄。你说和我这样人谈感情都是做梦，那城市车水马龙，歌单如影随从，那女人没有心甘情愿，故事都会不同。有人叫我妓女，他说我被人瞧不起，可是我的内心强大，不是你们能比。我生活不会做作，他不戴面具生活，你们所谓人模狗样难道不修性生活？装狗的人多了，爱我的人有几个？当你们脱下裤子，内心真他妈邪恶。